你来到重庆坦白，我是欧重庆。今天邀请到我们香港最好朋友，他是郭一鸣郭总编。郭总编好，你好，教授。是郭总编。我们看到啊，台湾的立院呢是打成一团啊，而且呢还闹出很多的危险，甚至有委员呢送医呢是脑震荡，受伤的人呢超过10人以上。那么呢，这种局面当然是民进党所发出的，因为打架本来就是民进党所擅长的，而国民党呢这次呢仍然呢，是被打的，哎，是遍体鳞伤。但是国民党呢，真的也努力了，而且也相对起以前来说是进步许多。但是这个进步啊，并不令人感觉到愉快，因为呢是打架进步啊。那么现在的台湾的立院的局面呢，几乎是回到1987年，也就是蒋经国的最后一年状态，而且整个政治气氛也非常像是那个时候。但是呢，情况是倒转过来了。但是呢，这个倒转让我们完全呢不觉得可喜，因为呢台湾等于是政治倒退了37年以上，那么您怎么样来解读现在台湾的现象呢？郭总，是欧教授，您说到的台湾的这场立法院的这个大混战，是让人感到一种时光倒流。那就是在20年代，当时因为绿营啊刚刚这个从政，这个因为小蒋年代呢开了所谓报禁，开了党禁，然后呢这些绿营的这些人呢也就进了立法院，然后开始在立法院呢就是用这种打斗、这种打架来博取版面、博取镜头，来引起公众的注意，就是这个做法在当年。那么现在呢，重新这种镜头的重现，而且这种暴力的程度，跟40年前的、30多年前的这个情况呢，有过之而无不及，而且公然的在这个立法院的这样这个全武行这种打斗呢，完全不分男女，我不管你男的女的，我不管你什么这个情况，我就抱着我就上。这种做法呢，在台湾呢，如果说在看关心台湾的政治的这些家庭的观众在看的时候，有什么感受，那是可想而知。而且呢，还有一点呢，就是这次，时间上呢，就是距离这个赖上台的这样，就在前夕，这样一种做法，事实上呢，是要向，台湾的整个的台湾的这个民众发出一个清晰的一个信息，就是在赖的这样一个上任以后啊，赖的政治不允许在野党来做任何的这个决定，这个等于是这个天下是我的。如果说选举不行，我就来武的，我就来武斗，就是必须要掌控所有的一切。所以这样的一个现象呢，我跟香港的一些朋友看到这个画面以后，我们都在笑，就是说这种现象，如果说这个在法治的一个地方来讲的话，首先，第一，告你这个性骚扰，这是第一的，毫无疑问的。第二，这种暴力究竟在台湾的这个立法院的这样一个地方，暴力是不是法外之地，是不是可以这个容许？那先不说那个告你性骚扰，这是一告一个准，这毫无疑问的，因为外电拍的照片非常清楚，这个画面也非常清晰。那还有一个，就韩国瑜。在这个，因为他院长，他在院长办公室呢，要出来主持会议的时候呢，就被几个女的立委，就绿营的几个女的，把他熊抱，把他给抱住，就让他不能出来。先是列队，把他封在里面，然后就用这种办法，这种做法也是让人觉啼笑皆非。究竟这是什么政治？究竟这是哪门子的？包括蔡英文和赖清德哪门子的这个什么民主啊？这样的民主对台湾的老百姓来讲，我相信恐怕大家都也会摇头。欧教授。因为如果是立法委员呢，都能够在镜头前面明晃晃的做，而且是执政党，还是位列了执政党的这个三长之一。那么我们看到啊，这个是在主席台上啊，这个陈金辉陈委员呢，是国民党籍的，就这样啊被抱得摔倒，而且呢摔得老实说伤还真的不轻啊，上面呢是真的连全部都淤血了。那首先这个动作绝对是涉及到性骚扰，而且也涉及到伤害。更涉及到呢，他这样做呢是非常的危险啊。那么如果这样做是没有事，而且是合理的，并且是由执政党的立委带头做，那么事后啊，所有的这个小学生、高中生、大学生甚至研究生，都可以学，都可以学，对，那如果他们这样做，或者是这样对老师、对女老师做，那么以后
这个判要怎么个判法呢？傅总编，是这样的一个示范的作用。既然立委，即先所谓的民意代表可以这样做，为什么学生不能做？为什么年轻人不能做？为什么在企业里不能做？那就是当然是可以的。所以这样的一个影响，首先是对整个社会带来的伦理的崩溃，这样的影响，首先政治是不是唯一的，是凌驾于一切的，是不是这样？如果是这样的话，那其他就不用说了。所以这样的一个做法，对于可以说是送给今天就是我们此刻在录影的时候赖清德的一份所谓的厚礼，就是这就是他的嫡系部下所作所为，未来四年台湾的政坛真的可实在是堪忧。欧教授，是我们还看到另外一个令人觉得非常恐怖的气氛，那就是说如果这些国民党的立法委员他们是有官位在身，他们相当于台湾的部级干部，那么这些部级干部尚且被打了是没有办法申冤，而且也没办法喊冤，那么作为我们在野的，譬如说是大学教授或者是评论者或者是这些名嘴，那么乃至于是报社的记者或者主编，如果敢批评赖清德他们的话，那么会受到什么待遇呢？拳头伺候，就是告诉你今天这个立法院的演出就是告诉你暴力伺候，而且呢打了白打，这就是一个结论。这样的一个结论能不能够称之为绿色恐怖呢？欧教授，很简单，这样我们可以从这一幕呢几乎就给了一个底定，台湾不是什么像样的民主，这个民主是假的，完全是不合格的。感谢郭总编精彩点评，谢谢郭总。